是什么人啊？我嘛，统领军袖三中尉哦，李林有兵将出心中，本不还林林无来往，林来还我我的英宗，我这是军师将。在座世代居住在此，不还我哩？为何恁认为，却是要威胁阮的祖军？啊！原来你正是这西军的首领。哼！杀人换救人，我才想要质问你，为何你伤害我的百姓？是恁三番两次侵害阮在先，又搁来打扰，害得西军受伤，又搁死亡。阮若无反抗，敢讲就甘愿白白受死么？你不义之徒啊，来侵犯，率领西军，命不全。哼，保全为着保全才会出事，却不惜伤害人民。如此者，根本就是违背天理呀！百姓人命啊，枉送断。领袖太难做习惯，你带领这西军，四处在咧加人伤人，还佫讲只是为我保全。家人伤人，只是警告而已。我并无伤害人类的性命。阮西族从来都无轻易伤害人类。您不还我，我不还您。若不是您这么爱打闹，伤害无辜，西军又该如何会反抗？是。怎样？会惊吗？做你放心。我的族群，他们都尽命力。我希望你倒回去了，跟你的族民说，不要再来打扰，搅扰我们的生活。已经伤害无辜。你。
弟，你哪袂离开咧？你为我受伤，我怎能弃你不顾咧？想袂到，你也是一个如此重情重义之人呐、啊！西王啊！怪我，并无好好思量，贸然出兵，伤害无辜，也望日后在忍受之间，拢能和睦相处。只是害了你为我受伤，我这一切拢是误解。总共一句，也是因为无同款的族群。自我设限，你咱之间各有分别，自有怀疑之故啊！冤仙误解眼前人啊，自私无着未记心，如今反动改旧心，只愿心情好。一个在深山野岭，每日一面受相处生活的一名女子，竟然如此清明淡然，我实在惭愧呀。国王，你是在想什么呀？我，哦，无啊，无在咧想什么，我只是，我知影。你的国家，你的百姓，也搁在等待你，你应该回去了。无咯，你为我受伤，这除了我以外，也无别人会用照顾你，也是我来陪你吧。讲我。
底是怎样？为怎样愁眉不展呢？无啊，无什么。你敢讲会记起？我曾经有讲过，等你的伤若是好，我就该。我知影，你就应该离开了。是啊，这段日子以来，我详细想过，我袂用个这么自私，为了贪图自己的欢来，却放下百姓国家不顾啊！我明白，国王，你原本就无属于这，早就应该倒转去了。三王，你莫误会，我毋是迄种目前寡义之人，其实我想要带恁母子甲我做伙倒转来去的啊！什么？你要带阮母子做伙倒转去？但是你的祖民需要你，这些西军嘛需要我，我嘛无属于你的王宫领地，若甲你做伙回宫，敢讲你唔惊？惊？惊什么啊？只惊众人会议论反对。国王啊，此心比比啊，反对的王陵如山权威定，幼子烟霾断流言，想我七号无事，你为我传下自己，这是万民之福啊！只要咱回宫，你就是名正言顺的王后了，我相信无人会反对的。公，你一向心机高贵，完全未当了解这个新婚秘密主人的无奈，伊讲痛苦，更何况我三爷上吊啊！将这个囡仔出世落土，我看到伊的伤口，我那皮毛伊到半点，我就知影，这个一切是错误，咱无应该伤乱贪爱的报应。你胡说！囡仔天有异象，这是天生自然，有依你我爱情。有何相关呢？相由天生是注定，你挑不顺天伦情，你慢，你袂计较。人是会计较，人会讲伊的母后是一个野精。只要伊若登基，人会讲伊是一个不忠公。
目照国王，讲啊讲啊讲啊，你在哪里啊？讲啊，你在哪里啊？我龙在处。讲，在主体下。公啊，我来你娘家，真是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咯！你知影无？我找你要一年咯。我知影，我知影，将爱卿，恁拢辛苦咯。公，伊无伤害你吧？哦，无，放心，这西君是有灵性的太傅啊。的前端，原来就是一场的误解，是五国子民收啦，侵犯了人的领地，而且这个西君也未有伤害过咱的性命，敢毋是呢？这国王说的是，说的是啊，但是国王啊，你拄则所讲的真言、伦理，这又是何意呢？讲来。该是因缘巧合，当时我分别在了树篮当中，有缘熟悉旁边这位的姑娘，在这世外桃源，我无忧无虑，生活了一年咯。姑娘啊，你讲的姑娘就是，啊，不过你哪会伫个？伫这西群当中吗？哈哈哈哈！伊是西王，而且啊。我两个人也先下一注了。什么？西王？讲啊，这太轰动了，太轰动了！这是一段烈焰，烈焰呐！讲啊，那是真正有百世万民知影你甲一名山野之女生下海儿，这不但会了人非议，恐惊地势，动摇国本啊！反请大王三思而行。那无到时，后悔莫及。无这呢啊严重。等待我回宫了后，向众人解释清楚。来来来，太傅，你看，这就是王子。王子。啊！妖怪，妖怪啊！什么妖怪？太傅。伊是王子，讲话请自重。不过，伊的相族，相族是怎样？这是王子，天生异禀，何足为奇呀？是你最亲近的人呢？难道你连我的话嘛不相信吗？我无结德国，自建国以来，从来唔敢甲异族通婚，何况伊是一名山川野女。就算通婚能通流，但是这个囡仔生有如此异兽，恐惊难以合照，恐惊难以杜绝。百世万民悠悠之靠太傅一言难两相
你无要为难。会当先倒转去，伊哩的心灵上亮。等待时机若到，众人会当灵动了后，迄个时阵，你若会记哩我遐的经验，才可倒转来，也不迟啊。燕哥，我以你的感情，以海里的亲情，我实在难舍。